对面肯定要来。不是吧，就我一个人出门很吓人这个。欢迎来到英雄联盟。出门慢输一半。敌军还有30秒到达战场，碾碎他们。完了，这把狗头上单看得有点害怕啊。这边男枪打野，我们 buff 里面做个眼好了。主播看了你的火男打野，我从黄金到钻石了，这不是很正常的吗？我们直播间人均钻石起步啊，不要骄傲。打 W 一下 E 一下，利用被动跟护符多烧一下。不是吧，这不拉野失误了这样。没事没事，一样的，我们刷野比男枪要快的，你没听错啊。这火男刷野比男枪要快啊。扫描免得被反，当然就不要刷，直接控血去倒一波四，刷的狠一点的话其实可以3分15秒左右刷干净所有的野，刷6组，上半区就不要去了。四了，这男枪也四了，我再吃个蟹好了。打个弹簧锁住了。再刷一圈。这蓝还没到期，不要回家，回家这个蓝就没了。蓝 buff 时间就到了。其实火男刷野也不是特别缺蓝吧。他被动击杀目标能回蓝的，有蓝 CD 跑得快一点。
哎，这波狗头到六了，来杀他，杀到我来，我来。别给这个铁男倒六，直接开大锤他。这狗头没血，他肯定不会跑。对。打野刀还差点钱，2100，我可以借多少钱？可以借160。不够啊，我快一点。175加60够了，卖个药钱就够了，不想再刷野了，太伤了，刚刚好。 AP 打野点这个天赋挺好用的，早点把 AP 打野刀做出来。什么清晰术才有这个技能吗？不是删掉了吧？塔亚可以杀我，直接大仙手，他死了。辛德拉哪过来的？滑板鞋双杀了，哇，纯打工这把，打工仔，9分钟鞋子。下一件出一个捉鬼的。这男枪没来，他狼还在，还五级。我记得我7分钟看他就是五级了啊，我现在7级了。好痛好痛好痛，终于有鞋了。哎，给二，给二，他死了，兄弟。啊，来一个宝贝，你为什么就是不二呢？啊，新朵拉呀，你想推我？我就知道，但我也想杀他啊。在操作他人的同时，要准备好被他人操作的。再来个眼好了。闪现有什么用呢？你们该不会以为这火男一个 Q 能打200多血吧？
他只要行，我失误了，哎，我的我的，最稳的方法是把他的技能给骗了再杀他。儿子不可以越啊，我伤害少一点点。还在看戏，兄弟们，开个疾跑过来不两个头了吗？塔皮吃的太香了，他直接二呀，完了，给我人看晕掉了。回家了，我怎么双杀你老找不到的，火男没必要出戒指，火男出戒指没有用，这个英雄的 AP 加成不高，他的基础伤害很高，这个英雄出点穿透面具就行了。某种意义上面来讲，你可以理解为他有点功能，这个英雄啊。减速，也丢大了，直接冰川征服 A 他就完了，可以回去买双生暗影了。这个东西买完就挺好玩了，开个双生暗影，减速人动不了。
来了来了，开始捉妖了。穿上衣有了，核心装备买了。下两件补这个鬼术加面具就行了，只要这几件装备。再抽个号吧，现在送魔法球参与抽号上直播啊。这个中奖奖品预示的话就直播打号啊，不限大学段位啊。而且出魔法道具还可以返现的，单次出一个皇冠的话返60啊，两个200，三个300，五个600啊。出魔法棒一个800，两个1800，三个2800，乐园一个4000，有兴趣可以送一下啊。魔法球参与就能参与抽号了啊，送就完了这会儿。宝珠先买了，这辛德拉确实应该搞一下了。你刚才白送了，你刚才又不是为了参与抽号，你是为了参与返现的，怎么能说白送呢？只是没开出东西而已，建议现在再送一下好吧，即便开不出东西抽一个对吧，参与一个抽号也不亏啊。是吧，你只是想打号而已是吧，不是看这个样子呀、啊、那你为什么疯狂送，那我现在有开，还有最后七分钟啊，重在参与，那你要送对时候啊，我都会跟你们讲的，结束我也会讲的，我一般都会有报时间。妈的，这个被拉进去了辅助，这机器能 Q 到我了，这样直接二，直接二他，直接二。铁蓝拉头值钱了，感觉这大还是得好的快一点，他这南坦走不走，不走他死了，他要拆塔啊、哦！来双杀你开了，他这个不当人，这是回蓝了，他点出刀没有用，追不上。恭喜孤星残阳开出一个皇冠啊！
干嘛？你还想反向大招？这马扎有没有？面具来一个，这辛德拉的伤害还是比我要高呀。我觉得这把好像可以做个冰杖之类的，这边有点灵活。可以稍微减速一下。火男这个英雄很好刷这个伤害的。还有最后两分钟开奖，你们中奖要兑奖的话，可以看那个 QQ 找那个兑奖 QQ 就行了。现在送魔法球参与超上直播，男枪要来了，这边双双与我走，
可以打大龙啊。我们这边打得挺快的，打得我有点困了。把这鬼出卖了，来，我们可以秒龙，这先拉 B 了，打龙一套伤害很高，这滑板鞋其实没必要一眼，这一眼就告诉他们我们在打。感觉没必要猜了吧，走了。放鬼阻挡一下这个男枪，这都拿不到，我吐了。
死了四个。这一套龙一千多血没了，主要在被动炸一下痛。是冰战吧，对吧？全部都是减速。我怎么还有一个人没杀？辛德拉？不是吧？打了三十分钟，竟然还会有个闪击没收到。这个男枪无视他，就他一个人出魔看呢，还好。把盾先破掉吧。觉得我们可以直接团了。打算丢个大，游戏结束了。为什么不来一起？一个大招他们就动不了。不活在干什么？放兵了，放兵了。没事，他们三路兵营都没了。这辛德拉也买一个，你是憨憨吗？我带着冰川征服，你没带，这效果能一样吗？这双身上也没有冰川之符，效果会弱很多。给他们来个冰火两重天。哇，全是蓝色的装备，看起来太舒服了。冰枪来个四，刚好45冷却了。主要是这些装备都有减速，太恶心了，有点搞心态，这个装备真的太搞心态了，就嗯恶心，知道吧。炸冰枪动不了，
这三个人没法动，闪现一个冰枪加这个冰霜增幅，这地上留着一滩冰块啊！嗖嗖嗖嗖嗖！